Welcome to my channel， 我是呆呆老师 Trish。 有看过频道的观众朋友们应该记得上一次我有介绍这个呆呆的视讯镜头以及另外一个 H430P 的手写绘图版。那这一次要介绍的是绘王最新推出的升级版，这里这个教学套组。套组呢，老师自己也 update 了，这可谓视讯教学的神级武器。那相信疫情过后，老师也没办法回到实体教室了，因为我已经被这个套组宠坏了。绘王新的套组呢，一样有一个呆呆的视讯镜头 ，HD 的高清画质，90度的广角，还有双喇叭、双麦克风的设计。那这一次不一样的就是这个部分，这个绘图萤幕，这一次搭配的是 Canvas 12进阶版的12寸绘图萤幕。Canvas 12绘图萤幕，它的特色呢，不但可以当作绘图板使用，还可以当作双萤幕以及延伸萤幕使用，可以对应输出 PC 电脑、MacBook 手机的画面，基本上有萤幕的 Canvas 12都可以使用哦。Canvas 12绘图萤幕搭配使用的是这个 PW517 绘图笔，搭载 Pentax 3.0， 超高稳定性，不容易抖动，不需要充电。仿真实的笔触 ，No delay， 无论是画画还是写字，都很容易上手哦。Canvas 12绘图萤幕的本体呢，是使用了全贴合技术，将萤幕跟玻璃无缝结合，而玻璃是使用炫光磨砂膜，减少最大外部光源反射，让绘图萤幕在强光下一样清晰透亮。至于安装这个镜头呢，它的底座是可以拆除的。好，把它固定起来。它可以360度的旋转，左右的摆动，上下的摆动，这样就可以上课咯。好，现在呢，我们可以下载这个绘王的驱动程式，先做一个感压的测试。这边呢，当你画的时候，咦，有没有感觉到它的粗细呀、啊？真的仿真一样。轻一点的话呢，它就会细一点；粗一点，重一点。好，测试完毕了，我们正式上课咯。今天呢，要教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呢，要教大家的是英文课。那最近疫情的关系哦，所以呢，这边。就讲 COVID-19 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病毒。好，而且啊，这一个的绘图画板啊，它可以跟学生有一个互动。当你讲到 vocabulary 的 pronunciation， 叫学生念出来 coronavirus， 诶，到底他有没有念出重音呢？ Ron coronavirus， 有的话 put a tick。没有的话，要重念哦。诶，到现在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绘图萤幕比传统的更加精准更好用，因为很容易控制，在上面画什么写字签名都很容易哦。这次绘王推出的套组非常有诚意，现在官方有推出限时的优惠，相关的活动详情请下绘王的官方网站，喜欢的朋友们赶快下定了。我是呆呆老师，下一次的影片再见。